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在蛋仔岛到处抱别人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吧？蛋仔派对，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。伙伴们，千万不要在蛋仔岛乱抱东西啊。千万不要乱抱蛋仔或者是道具啊。众所周知，在蛋仔岛我们有四个技能呀。我猜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抱抱技能呀。伙伴们，托举技能可以让我们在蛋仔岛抱盲盒。快看呀，前面是我的好朋友忍忍，我们的宝宝技能也可以抱玩家。什么？伙伴，今天我竟然在蛋仔岛发现了抱抱技能有一个大害处。你们发现了吗？快看呀，伙伴，那个人竟然还在抱地雷。蛋仔派对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，千万不要乱抱东西，千万不要乱抱东西。伙伴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抱东西的害处呀？众所周知，在蛋仔岛有很多东西可以抱呀。伙伴们注意看，前面有一个黄金伞，我抱起它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蛋仔竟然被这个黄金伞压扁了呀？快看，我已经不是圆形的蛋仔了，我变成了扁蛋仔。所以啊，我才说蛋仔派对大家千万别乱抱东西，因为你抱东西的时候，东西有可能会把你压扁。快看呀，伙伴，我已经被压扁了，对吧？所以我才说大家别乱抱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